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要来介绍一个非常酷的牌组哦，可以直接来刷我们的盆之内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我们技能就是合体魔神招来，好，就是这个技能，好，开始吧。联合只有一张的话，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继承之力。那大家会不会很怀疑说，为什么直接魔术师不会出来？因为这三只怪兽啊，它其实是无意义的，所以电脑不会选择去表测表示我们的直接魔术师。那青龙部分建议可以换其他的那个卡片，就是抽牌的卡片。我是那个台湾区。好，那我们确保他没办法召唤直接魔术师，我们就可以先把我们先把他召起来。那这只就不用理他了，不用理他了。モンスターをアドバンス召喚する。ターンエンドだ。俺のドロー。ターンエンド。行くぞ。私のドロー。しかし、モンスターをアドバンス魔法カード融合。このカードを出しておく。那正常来讲，我们是等到最后特高魔神再叫出我们的，融合出我们的双头雷龙。那因为我比较懒惰啦，就直接这样玩了。其实都可以，看你们要用哪一种方法都可以。全力で戦うぜ、ドロー。覚悟せ、私ドロー。霊族魔法発動。霊族魔法。Hello, hello, アナナ。ならば、モンスターの攻撃を。他们最后就用那个通往宝藏的密道，可以上两个联合攻击，就可以吊打他了，很简单。啊、如果你没联合攻击，你就用食人鱼啊，配上继承之力，加上通道，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哈。那分数应该可以，也是可以到达八千的，因为就是对，就是那样。我不想多讲，反正分数一定会到。那本期内的收回就是这么简单啦、啊，那大家可以继续看。
好好的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每天晚上6点不一定会发布影片。各位庆粉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